哎，宝宝，大家走一走。啊、哦，爷爷爷，哦哦。他看得出来，他那个长相就是脾气很大的。长得帅怎么样？你先长得帅，再脾气大，你不能脾气大之后认为自己长得帅。他眉毛好像不是我的。哎呦，你很 care 这个眉毛，那谁的眉毛是你的眉毛？你这眉毛也看不出来当初的眉毛啦。我只想确定他不是八字眉而已。他不是八字眉，八字眉是你去看 Jasper 小的时候就是八字眉。Very bad。好，so bad。我们来看一下啊、哦。我看。哇！这多大？五个月。啊，跟他一样哎、啊，整整五个月，12月1号的事情。跟他一样。哎，你看他多成熟啊，那个时候。这当然成，长成这样子还不成熟吗？哎，这什么态度呢？这个是也是五个月吗？这个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这个态度真的，是整整五个月啊！你这个态度要检讨，你给我好好的检讨检讨。是，其实你不要看台那个头发，他长得算那时候已经长好了。我知道你很爱他。我讲真的，你不要看头，但是头发怪。那这一张怎么说呢？这就是拍摄的角度，真的很糟糕。哦天哪，你们每个都有词儿。这小孩很久都没声音。蚊子。他真的是很无聊。当然了。所以有时候也不舍得骂他了。十来天了。也不舍得再教他学中文嘛。我其实啊，真的有的时候你要我回去，啊，教他弄中文。我没有办法逼啊！其实你讲他，你以前我也没逼你学中文呢、啊。对，后来还不就会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看他有的时候，你叫他干嘛逼他的时候，他都也，他最厉害就是那个很无辜的样子，在那边打转。哎，你那含在那，好细，好好哦。好好好好，什么事都不用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然后尤其他妈叫一叫他俩。You do it on the thing? Yeah. Why? 有什么什么？为什么要 delete 一个东西呢？我不懂哎。你不用就不用就好了，为什么把它 delete 掉呢？那他常常会说，讲到讲不清楚。婆婆，你是我妈咪的妈咪。你可以骂他，意思说你可以骂他，你可以骂他。妈，因为妈咪骂我，那你是他妈咪，你可以骂他。他最可爱就是我，他一定要来陪我聊天。我跟他说真的不用陪我聊天，他说我要陪你聊天，后来陪我聊天，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，也蛮有道理的。家属很贴心的、啊。